嘉义市政府获得地方特色的老店内，参与着再现风华，获得转型计划，第一间来登现新歌的店家米罗乐活烘焙坊，伫咧七号是老在来开幕，结合着健康美食和空间美学的设计，登现全新的风貌。嘉义市长林辉和多位的民意代表，佮有贵宾，拢亲自到现场祝贺，嘛期待老店风华再现，会当为嘉义市注入转型的动力，迈当带动新的商机。请到嘉义市长闽辉和多位的民意代表、贵宾共同参与开幕仪式，和业者做伙设计两个来庆祝。在地深耕二十年的米罗面包，接受嘉义市政府地方特色老店再现风华转型计划，获得成功转型。除了提供更加健康美味的饮食，更融入空间美学的设计，要提供市民朋友另外一个开港洽公的科技处。米罗在从业这个行业里头已经走了二十年，那我们有感于现在这个社会上哈，好的食材，我们在地人很用心的去照顾它，好它的东西哦，我们用它的东西，用它的好食材来做成我们的面，来做成我们的面包。而且一般的人在追求健康的同时，都希望就是说东西能够，越能便捷的拿得到，而且又能够很，快速的拿得到之外呢，还能够好吃。所以我希望能做一个面包店，它是一个健康又好吃的面包店。嘉义市政府提出嘉义市地方特色老店再现风华获得转型计划，总共获得41间的业者。米罗乐活烘焙坊分阶段在十月底进行完成各项的基础辅导，并导入 GSP 优良服务认证的辅导，是第一间展现成果的店家，和亲自出席参与开幕仪式的嘉义市长吴敏辉相当的肯定。老店再展新风华，真的可以不一样，而且更有创意。这也是长期以来整个我想城市文化的孕育，所以让这一个每一个人他们愿意投入更多，让它更高品质的一个这样的设计。所以我想面包店已经不单纯是一个面包店，它转型成为一个烘焙坊，它适合休闲，适合洽谈，甚至适合让大家来关心很多特别不一样的很有特色的一个商品。转型之后的米罗乐活烘焙坊，一楼的北京店是精心烘焙的胖西点含鸡卵糕三项系列商品，然后这是结合咖啡、各有果醋等等的饮品，提供各客休闲、洽谈含商务机会的空间。在开幕活动期间，饮料都有优惠的介绍。下晡三点之后，部分的胖是在一上一，今晚不是安排有表演的活动。最新新闻，经济部吴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